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个部分。第三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啊，在什么上边、下边、前后、左右的这个连接词加在里面的说法啊。看一下啊，直接看啊，这个人，人叫 hito 啊，人的前面就是，比方说 hito no mai， 前面是 mai mai， 后边呢，人的后边 hito no， 哎，乌西罗乌西罗 ，mai 乌西罗 ，mai 乌西罗，嗯。还有桌子啊，桌子的上边和下面这种例子，桌子叫 机の上，机の上，嗯，机の下下，上下上下。好，看一下啊，其他的啊，电视，电视叫テレビ，对吧？テレビ，电视的右边呢，テレビの右叫右，右，左边呢，左，左，右，左。好，那这个看一下啊，表在电视的旁边，这个旁边怎么说？日语叫隣，隣。好，跟旁边很像的意思，还有个附近，对吧？附近，近く，近く，旁边，隣，隣，附近，近く，近く，都可以加在句子里，然后什么什么在什么什么的附近，在旁边的可以使用。好，那很简单的这个啊，父亲和母亲的这个中间是吧？啊，間，間，父亲，这个父亲是尊敬的说法叫父，父，母亲叫母，所以父亲和母亲呢，父と母の間，这样子说是吧？父と母の間，間，父母的中间，嗯，間。好，这个啊，包叫カバン，カバン，包的外面，カバンの外。カバンの外，好，里边怎么说？中，中，对吧？カバンの中，カバンの中，外边，外，里边，中，外，中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实用练习一下啊。がアリマス，东西有的时候，がアリマス是动物，动物或者人。がいます，嗯，这个啊，门。ドア、ドア、按钮、スイッチ、スイッチ。好，这个你看啊、哦，门的右边有个按钮，怎么说？ドアの右边右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。门的右边有个按钮，ドアの右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。ドアの右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。好，这种情况啊，我这个啊，这是一个我本来看成桌子，桌子是 机， 但是它是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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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椅子的下边呢，我这个也是吧，画错了，这是一个老虎，一般是猫 ，nego nego， 我们假设是老虎，妥了。椅子的下边有个老虎，怎么说呢？椅子の下にトラが动物います，います不是あります，是います。椅子の下にトラがいます。再来一遍。椅子の下にトラがいます。好，这个啊，书店的前面有个车。店の前に車があります。很简单，对吧？前面前に。店の前に車があります。车叫車。再来一遍。店の前に車があります。旁边的例子也很简单，是吧？树的上面有个男生 ，kino 啊，有个男人啊，有个人 ，kino ueni hitoga， 不是 arimasu， 人叫 imasu 对吧？在 imasu， hito no ki 啊 ，kino ueni hitoga imasu，kino ueni hitoga imasu， 中文在用在可以统一，但是日本。日语是很麻烦，是吧？东西和人要区别，有区别的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啊。がありますががいます的区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稍微练习一下，综合练习一下啊。这有个柜子，柜子日语叫棚，棚。好，最上边叫一番上，一番上，一番上有什么东西呢？一番上是有个猫啊，所以用的是这边还是这边呢？がありますがいます用哪边？当然动物人要用います对吧？
好，一起来，最上面有个猫，一番上に猫がいます。一番上に猫がいます。猫叫猫。好，最下边这个啊，最下边，一番下有什么呢？一番下に雨伞、傘、傘啊，最下面有雨伞，一起来。一番下に傘が是这边吗？不是吧？东西要用あります、あります在、あります东西。一番下に傘があります。一起来。一番下に傘があります。好，最下边，然后第二段，第二个地方叫二段目、二段目。有什么呢？第二个地方，二段目に有个眼镜、メガネ、メガネ。照相机呢？很简单，对吧？カメラ。二段目にメガネと和メガネとカメラがあります。二段目にメガネとカメラがあります。还有什么？第三个地方啊，包就不用说了。カバン，一起过一遍。三段目にカバンがあります。三段目にカバンがあります。第四个地方有什么呢？表啊，钟。時計、時計。四段目に時計があります。这样子用啊，数字的数法啊，可以一起搭配到里面，是吧？在什么什么第几个盒子有什么什么东西，是吧？第四个部分，第四个四段目に時計があります。好，然后这个柜子附近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啊，ひまわりね。近くに、近くに附近。近くに直接说ひまわりがあります。很简单，是吧？近くに、这个ひまわり。啊，ひまわりがあります。好，这是普通的句子。我们如果是疑问句怎么办呢？嗯，がありますか？がいますか？可以问一下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盒子，盒子日语怎么说？英语叫 box 啊。这个时候日语它有学中国的箱，箱它叫箱。怎么办啊？问一下盒子的这个外边有什么东西呢？箱の外边还记得吗？外に、箱の外に。有什么东西？何がありますか？何がありますか？有什么东西？当然问的时候要说东西了，不能说猫了，对吧？先说东西，有眼镜。メガネがあります。我都不重复了，很简单过。メガネがあります。好，问题这个 U 盘怎么说呢？ U 盘啊，直接写 USB 是吧？直接发音 USB。USB があります。好，问题是猫怎么问？用这边了，がいますか？对吧？箱の外に何がいますか？箱の外に何がいますか？直接说猫がいます。猫がいます。好，从这个节奏我们里边也简单的过一遍啊。盒子的里面，箱の中に，你看这里都没有生命的啊，动物都是什么东西，对吧？直接问。何がありますか？箱の中に何がありますか？有什么东西？好，红色的笔，笔叫ペン。红色还记得吗？红色叫赤い。红色笔就是赤いペンがあります。赤いペンがあります。好，鼠标啊，怎么办？鼠标 ，mouse， 直接说啊，老师 ，mouse。mouse があります。mouse があります。书呢？本があります。如果变成蓝的书叫青い，蓝是青い形容词。青い本があります。青い本があります。红的书。赤い本があります。好，剪刀啊，稍微再可以剪刀。ハサミ、ハサミがあります。很简单。ハサミがあります。好，钥匙。カギ、カギ怎么说？同样的，鍵があります。鍵があります。问题是这个了啊，订书机怎么说呢？订书机，有一次我上次问到了，但是只说了一遍，有可能大家没有记得啊。现在再复习一遍啊。ホッチキス、ホッチキス、ホッチキスがあります。当然是黄色，怎么说呢？黄色、黄色、ホッチキスがあります。直接搭配黄色、黄色、ホッチキスが。あります。好，以上就是第三个部分。我们在前后左右上下加在里面，在什么什么的地方，
我们的这个句型练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